亲节、佛诞节、慈济日三节合一，花莲慈济医学中心在静思精舍法师引领下，推着行动浴佛车到病房单位，让病患及家属也体会这份感动。我们要感恩我们的父母啊，感恩天下的众生，因为我们平安，因为我们能得人生，我们才可以在此一起会遇，然后能够结下这份殊胜的因缘。祝福你平安，感恩你啊。礼敬诸佛，洗涤心中烦恼尘埃。母亲节当日却因为身体病痛没办法回家和家人团聚，收到这样的祝福格外温暖，很感恩，很高兴，希望在医院的人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出院，很快好出院。送上象征平安的苹果以及康乃馨，互道感恩，加油打气。感恩佛恩，感恩父母恩，感恩众生恩。大爱新闻谢雨山、刘宏志，花莲报道。